嘅依個就係咩啦？廣灣廣場站地鐵啦嚇 ，D 出口 ，D 出口啊！咁啊，你睇到嗰個咪上邊嗰度有個叫做大連銀行嘅嚇，大連銀行嗰度轉彎就係我住間酒店啦，轉間第一個路口入去就係啦嚇，睇唔睇到啊？個古老大屋嗰度啊，古老大族大樓啊，大連銀行嗰度轉左第一個街口就係我住嗰間酒店嚇。嘢嗱，依個咧就係嗱，依家依個高樓嗰度咧，後邊就係大連嘅海港啦、碼頭啦，嚇、啊。咁啊，依度就嗱，依度漁人碼頭啊，漁人碼頭海鮮嗰度，後嗰度一路就係嗰度啲高樓嗰度咧。就是我講嗰個咩啦，東港啊，填海出嚟嗰度啊，嚇，萬達廣場啊，所有都係喺嗰個而家前面嗰個等頭有輪候嗰度啦，嚇、啊，就有條路咁去嚇、啊，你行一個圈啊，要成兩個鐘頭啊，你話佢個填海面積幾大啊？嚇、啊，大致就係咁啦，嚇、啊，嗱、啊，依間皇城寶媽咧，依間鋪頭咧，嗰啲嘢咧又好貴嚇。啊嗱，漁人碼頭嗰度咧，嗰度咧就有飲茶嘅，有廣東飲茶，你一個人去咧就都得，你明白？飲茶宵夜都有啦，總言之有廣東風味啦。嗱，嗱呢條叫廣灣街嘛。嗱，依個氹氹圈依個咧就即係叫做廣灣廣場，好似有隻船噶，有隻大船噶，而家冇鬼咗嚇。就係咁啦，嚇！前面嗰個灰色大廈嗰個隔離嗰個咪就宜家啦，宜家酒店啦，嚇、啊！黃色窗嗰、那個，嚇、啊！係咪好近啊？好近呢個地鐵啦、啊，啊！好似呢個港灣廣場啦，嚇、啊！嗱，呢個隔離呢度就係大連口岸通關服務公司，即係報關行啊，呢度。啊